想怎么样？又想拖累我不是？他们今天更信任我，现在你又想怎么样？这怎么样？这是我的压岁钱，我全都给取出来了。我知道这些可能还不够。大，这是工程费的赔钱。不要聊了，谁稀罕咱的筹钱？算了吧，老大，找工程费你非要，真是后悔吧？他们堆了好几千，好意思不后悔啊？咱不都原谅豆豆了吗？更何况古龙飞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歉意。他俩性质不一样。你先保管着吧，过两天再说。快读书吧。谁让你做了副总？嗨，哥们儿，别这样，不就自家哥们儿吗？给点教训就行了。怎么办呀？这十天怎么凑几万块钱呀？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和他妈正四处借呢，说不定也能凑齐。这回我们不动用社会力量是不行了。嗨，吴敏，我们还是去向我们镇宣传一下吧。不行，玉生肯定会生气的。哎，那我真受不了了，我们是在帮他，不是在害他。你说的没错，但是每个人的个性和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想达到目的的话，就必须面对现实。虽然这个现实咱们大家都不喜欢。爸，你们干嘛都这么看着我啊？冉东阳，你这不像是初中女生说的话。初中女生呢，当然没有初中男生那么傻了。这节奏都一样。好了好了，别胡闹了，咱们还想想办法吧。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搞定不了的话，将来还能成什么大事呢？还是老大说的对吗？最后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真是幸运啊！这条刚到的骨髓正好和老四的吻合，得赶紧做这种手术。哎，好，你们那点钱肯定是不够的，得想办法赶快凑齐了。哎，知道了，那谢谢您了。谢谢大夫。只有这么些现钱了，本来倒是有张快到期的折子，可巧佳佳舅舅要买房子，上周刚刚借了去，不然可以借给你先应个急。您看，要不这一千你先拿了去，就别惦记着还了。你们家大恩大德，一辈子不会忘。说这些话干嘛？都几十年的街坊邻居了，谁不盼着立春他爸早点好啊？谢谢了。林姐，你慢走啊，有什么困难你言语一声。谢谢，谢谢。好，妈妈，舅舅不是有房子吗？怎么又要买房？你这傻孩子，我也就随便一说，你还当真了？原来也是骗玲玲的，为什么？这还用问吗？借钱就是送钱，你还指望着他们能还吗？可是妈妈，这可是关系到宋叔叔手术的大事儿，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啊，丽生家真的好可怜，我们帮他吧，把那存折借给他们，他们会还的。小孩子，大人的事少管。啊，我帮帮他们吧。赶快做作业去。佳佳，妈，玲玲都请到咱们家了，咱们就帮帮他吧。
你什么意思？在这种时候，我们伸出援助之手，送给他1000块钱已经够可以的了。可是，根据咱们家的实力，可以再多给他们一些呀。你什么时候信佛了？妈，你什么意思呀？邻居家的事，至于弄得你这样悲天悯人吗？什么时候你有了一颗菩萨心肠啊？妈，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啊？人都是会有感情的。宋叔叔跟咱们家认识了那么久，一生从小学就跟我在一个班里，平时咱们家有事人家还没少帮忙呀。好了好了，再给他们拿去1000块钱，这总可以了吧？1000块钱对人家来说真是杯水车薪。你脑子进水了怎么说话呢？他只是跟我们家是邻居关系，又不是亲戚，更不是什么直系。你以为我们家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用汗水赚来的？等你自己有本事赚了钱，爱捐给谁我都不管，赶快拿去送给人家吧。妈，就算借给我行吗？我总是要长大的，我长大了总是要挣钱的，等我挣了钱，我连本带利息的还你行吗？佳佳，你和立春不会是那层关系吧？什么关系啊？恋爱。我讨厌你这么说。哎，这个丫头，佳佳，你这死丫头，你居然敢说讨厌你妈，赶快出来！就是讨厌，佳佳，出来！佳佳，好了好了，你赶快出来，我再给你1000块钱，给你送一送去。佳佳，新借的爸爸妈妈人民币20000元整，等到参加工作后1年内加倍偿还。谁说生活十有八九不如意，可我内心的快乐真无息。行了，都过来吧，今天咱们就练到这儿啊。感觉还不错，就是古龙飞好像情绪不太对。教练，我先回去吧。他今天怎么了？没什么，教练，是他自己啊，干了不该干的事，犯了不该犯的错，只好承受他该承受的惩罚。他犯什么错了？豆豆，龚龙飞犯什么错了？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他俩一块犯的。没什么，教练，不影响咱们练球。不影响，每个队员都应该情绪饱满在这训练，能不影响吗？到底怎么回事？是我和古龙飞把班里球的钱给弄没了。啊，原来是这样。哦，对了，你们可以先撤了啊，无免留下。嗯，再见。再见。吴敏，来，这个呢是我大哥，也是你妈妈的男朋友捐的5000块钱，我加了一点，不多，1500，一共是6500，就算表达一下爱心啊！记住，千万别告诉那个叫宋女生的，拿着。这不好吧，教练？哎，这是我们班的事儿啊。打篮球也是你们班的事儿，我能不管吗？啊？拿着吧。啊？那要不要告诉米老师啊？告诉他干嘛？就算你们仇大的呗。哎，不不不，那我得把他们叫过来。你们给我回来！叫他们干什么？这经济的事情，必须得好几个同学在一块公开啊。行，那你随便，我先走了。哎，别，教练，我得把大家叫在一起，把钱数清楚了呀，不然人家以为你捐了10万块钱呢，怎么办？
钱赚啊？钱还没赚够啊？甭提了。老爸，你说人生最悲惨的是什么？你说呢？莫过于交友不慎，遇人不淑。怎么了？是谁不淑了？古龙飞那小子，拉着豆豆去买什么彩票，结果把我们的捐款和血汗钱全弄没了。买彩票，很有创意的嘛。老爸，做人要厚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啊，好好好，我不笑了。那我问你，古龙飞他为什么要去买彩票？心眼不正，净做一夜暴富的美梦。你是说你交了一个钻进钱眼里的势利朋友？那倒也不是，他也是为了赶紧赚到钱交给宋丽春，他爸马上交手术费了。哎，我怎么听着你在夸古龙飞呀？你有没有搞错？我夸他，我恨不得整死他。哎，你想想你刚才说的话，古龙飞积极地为宋丽春的父亲赚钱治病，这多有爱心啊！他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在最短的时间里能赚到大钱，这多有头脑啊！你分明是在给我描绘一个既有爱心又聪明的朋友啊，怎么能说人不淑呢？他坏我大计，那是结果。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古龙飞的动机是好的吧？还有，人无完人啊，你也有做错事的时候吧？就像你上次要我分开你妈和老父，你就差点断送了你妈后半生的幸福啊。可我的动机是好的呀。是啊，你的动机是好的呀。就算你真的做错了，我和你妈还有你傅叔叔都不会去责怪你妈。可你想想，古龙飞这事儿是不是也这道理啊？我中你圈套了。不要求全责备，人无完人嘛，能拉百川方能成行，齐心协力才能做好事，你说对不对？我没酿成大祸，可他酿成了。说了可以改嘛，只要心是好的。嗯，倒是老妈的男朋友心很好，他不仅给他医院里的外科主任同时打电话，而且送来5000块钱，也同时带动了他老弟，也就是我们的教练，送来了1500块钱。唉，我越来越认同这个后爸了，我都快喜欢上他了，难怪老妈会这么喜欢他，心真好。当然了，他知道我和这件事情的关系，也不排除有意向我讨好，不过结果是好的，帮了宋雨春的忙，同时也帮了我们的忙。你怎么了？谁说生活十有八九不如意，可我内心的快乐深入心。老大，我三条小鱼，快点啊。嗯，好。喂，叫我啊，待会儿练球去啊。咱俩不都绝交了吗？还练什么球？绝交归绝交，训练归训练，一码归一码。我不是坏了球队的大事了吗？还怎么好意思去球队里混啊？你们去吧，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啊。哎，臭架子呀，大少爷。去还是不去？我知道你这些天心里很不平衡，咱男子汉也不说虚的，你的确把我和其他同学都给激怒了，就是不想赢。对，二话不说就跟我绝交，有你这样的吗？我知道我的态度不好，你这些天也受了不少委屈，现在我都想开了，
我知道你也是想早点帮助宋雨春，动机还是好的，尤其是你把多年积攒的压岁钱都交了出来，更是让人感动。所以我现在原谅你了。行了，我已经原谅你了，我希望你也能见好就收，给咱俩一个台阶下吧。快走吧，他们都到了。好，歇会儿吧。哎，对了对了，你怎么想起来买彩票了？嗨，这不都是报纸惹的祸吗？报纸上的事能相信吗？哎，该看的你不看，不该看的你偏看。你过来，看这个，24小时新闻热线，线索费，特等奖2000元。一等奖500元，二等奖200元，三等奖100元，新闻线索上不封顶。三等奖都100元？哎，那咱们还等什么呀？赶紧去找新闻呐！走走走走走走。新闻，简单的说来就是新鲜的事儿。咱们都说吧。狗咬人不新鲜，要是人咬狗啊，那就成新闻了。哎，你干嘛呀？这就是一条四大新闻嘛。老大说了，狗咬人不算新闻。其实这种事儿已经不算稀奇的事了，现在新闻的概念已经很宽泛，只要能让大家感兴趣就行。哎，就是昨天我看报道说有一只猫到处走路，结果走着走着掉下水道里了，后来被人给抬起来了，那猫眼圈是黑的。这几条新闻 it's so easy。 哎，老大，咱们明天也上街找个时间滑雪。好，周日上午我们分头行动，周五就在这集合。行，他是我吗？眼睛这么小，头发这么长。你不相信你，我看问问他像不像你。来来来，你看看他像我吗？这啊，我有这么丑吗？你看看他像我吗？说像他又不像，说不像吧他又像。像什么像啊？你这画的就是一猪头。哟，还挺有性格。你走开。嘿，走不进了。哎，商务道。您给我看看大叔。你看看，你看看他画什么呀？这真的蛮好，不过您的外形和气质不适合这种写实的画像，要不我给您画一张试试看，如果您不满意，我双倍返还您的钱，如果您满意啊，您就把钱还给这位小画家，我的那份就算了。啊，你画试试。啊，你行吗？让我看看。哎，这画的有点意思。20，走了。啊，谢谢啊。哎，姑娘，没想到你还有这个。哎，二狗子，一看还有画箱子了，我想画张像。哎，大哥，要画像，咱们到画廊找专业的画师去画。这路边小摊的不专业。哎，这块便宜啊。哎，请问画张像得多钱？还是到专业的画室去画吧。哎，别动，等等。给。啊，这么快？等等。给。不满意不要钱。画的还有点特点，不过这字儿提的不好。我大哥不叫大狗，哈哈，我叫大牛。那我把狗改成牛。算了，我回去自个儿改吧。多少钱呢？您看着给吧。你们标价是10块，我算你们画了2个人的。公平，赚的钱是打游戏吧？错，玩游戏的钱是省下来的，不是赚来的。
行，你们自己留着吧。哪啥去了？就算是我帮你打工赚的钱，你至少要拿大头吧。仔细看。呵，搞艺术的全这样，叫个性。哎，不过咱们这么一会儿不就赚了40块钱吗？哎，对呀、啊，这也叫路子。什么路子啊？你有这两把刷子？你有吗？我有吗？就算吴队长今天不吃不喝在这蹲点，这公二岭又不是什么人都喜欢花钱让别人花自己的面孔啊，这一天能捞几个子啊？我们需要多少钱呢？老谷说的对，杯水车薪啊。不过我们刚刚那一幕是不是有新闻效应啊？妙，妙极了，这我们亲身参与了新闻呢、啊、寻找新闻的本身它也是一条重大新闻呢、啊、赶快有你之笔，走走走。才能赚到钱啊，照这样下去怎么能帮人赚到手术费的钱啊？更要命的是将来怎么才能赚钱养家啊？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是坚持还是放弃？喂，老爸，咱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明天一早咱一起跑步吧。Good。老爸，我们就这么干跑啊？你爸你要陪别人跑步了？什么意思啊，老爸？老父一共捐了多少钱？5000啊，还有他弟弟的1500。我捐5500，比他多500。老爸，谁让你也捐了？你看啊。你以前对他印象不怎么样，可我看你昨天啊对他简直感激涕零，甚至五体投地了，我不能输给他。老爸，你跟人家比这个干嘛？你看人家对老妈多么好多么体贴，你去跟人家比这个去比啊去比啊。我跟他能和你一样吗？我身上流的谁的血？嘿，当然是我的了。那你还吃醋啊？不吃醋不吃醋。只要你跟你妈过得好过得幸福就行了，来，快跑！哎，老爸，那您还捐钱吗？捐啊，怎么不捐啊？走。哎，算了吧，您量力而行吧。快跑吧！喂，哦，是王经理啊，我正打算一会儿啊就把作品给你送过去。啊？为什么？那画展结束以后呢？哦，好吧，谢谢你啊，王经理，常联系。好，怎么了？画廊临时接了一个印象派画展，把我的作品展给取消了。啊？怎么能这样啊？没关系，
举办个人摄影展是我20多年的梦想，我不会轻易放弃的。走，接着跑，别愣着。哎，你怎么来了？赶紧进，请进。听说呢，英雄末路，我们特地前来营救。就你们啊？性别歧视。好了好了，姑奶奶们，说吧，有什么高招？吴冕，招可是要有代价的。对，快去把你家好吃的通通拿出来，然后呢，我们再面圣机宜。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哦，天上更不会掉馅饼的。你们女生就是女生，都这么胖了还爱吃啊？喂，吴冕。哎，好了好了好了，想吃什么跟我来，那里应有尽有。能胖吗？先吃了再说。谁说生活十有八九不如意，可我内心的快乐沉不息。啊，一眼。对，一眼。啊，不是吧，这是他们三位的创意，用我们自己的才艺去赚钱。这创意好，现在也是很赚钱的。古龙飞会弹吉他，莫欣儿会跳舞，小魔女会唱歌，我们班上还有很多身手不凡的同学，有些还过了业余考级的最高级，是不是？那你说我们是去工体演出呢，还是去市体演出呢？不想去，不错呀，订个三五短班吧。你以为你是谢霆锋呢？我比谢霆锋还牛呢。哎，各位，我是认真的。我们也是认真的呀。我们以前弄的那些东西啊，都太小儿科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尤其是买彩票之类的。哥们，做人可要厚道啊！再说了，一眼就一定是最好的创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咱们不能一厢情愿，想好了，在哪儿演啊？演什么呀？到哪儿演，我们男生来解决；演什么，你们女生去解决。总之，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要突出两点：第一，我们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能保证演出的成功；第二，这是一出爱心义演，我们只收捐款，其他的门票钱一律都归他们。吴总，一切听您的啦。哎，老大，那咱们几个派谁去谈呢？还能有谁啊？当然是我们的吴总啊！你瞧瞧这身打扮，多有艺术家气质啊！啊！哎，那家够奇怪，走走。走走，哎，这好像不符合咱们身份吧。哟，小弟弟这么早就过来了。刚才弄错了，这种地方不适合表演。对，走吧，再去别的地儿看看吧。嗯，看看去，看看。走。怎么样，这家还不错吧？地点好，环境也不错。走，走。走，就这环境，简直埋没我，请我还不来呢。走。走走走走走，哎，我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走走走。一眼，你找错地方了吧？谢谢啊，对不起啊。
这些地方都是不懂艺术，我们应该去滨海剧院或者滨海音乐厅之类的。像北京音乐厅您那样的也行啊。哇，应该去儿童剧院。你认为你还是儿童吗？眼神的问题我们解决了，放大眼的问题你们也解决了吧？嗯，不错，不错。昨天我一听咱班同学说，他们一个一个都特别起劲儿呢。啊？你已经通知他们了？没通知，这节目单怎么能定啊？笨。啊，你不是连到哪演出的地点都没有联系好吧？请你一定不要小看我们好不好？有我们男生搞不定的事儿吗？真的？在哪儿？卡牌的时候再告诉你们。吴冕，你太棒了！太好了。谁说生活十有八九不如意？可我内心的快乐，深入心。又留英语作业了？姐，你拿南柯梦的本子干嘛呀？哦，我拿错了。嗯，冉冉，你帮我把本子发了吧。你自己干嘛不发呀？我有点不舒服。嗯，好吧。没什么。金豆豆，你过来一下。哎呦，金妈呀，不许哄门前吧，别怕，我陪你。豆豆，给。这个是什么？捐款啊。捐款？你不是早捐过了吗？公主就是公主嘛，有钱就不一样啊。错了，不是我捐的，那是谁捐的？对啊，是邻班同学的捐款。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这个我不好问，别人不愿公开。切，骗人吧。心儿就是这样，连撒谎都不会。这就叫高风亮节。莫公主的所作所为真让人感动啊。真不是，不是我的。喂，你算了吧啊，再秀可就虚伪了。嗯，就是。谢谢莫公主，我们全体三五班同学都会感谢您的慷慨善良的。谢谢老师。谢谢你，拜拜。不是，老大，好吧。莫心儿、莫公主又捐了一笔，我先叫着好。哥，过来。这回你得把钱给装牢了。阿星啊，你今天真是让我们大家都吃惊一回。我说了，不是我的钱，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好，不是你的，是你妈你爸的，总行了吧？我发誓，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爸妈的。那到底是谁的？不是说了吗？是邻班同学的。真的？是邻班哪个同学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你骗人吧！别人给你捐款，你连别人是谁都不知道。他没说，我们
以前就是在路上认识的。哇塞，这故事听起来好有趣。哎，心儿，你快给我们讲讲吧。你讲讲。那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是告诉别人啊。哎，我们肯定不告诉别人。这样的，我没有骗你们吧？太美了，大西啊，这故事我喜欢。不过，我哪天也能遇见这么一位骑士就好了。不许取笑我哦，大西啊！我觉得你应该问问人家到底是哪班的，这样我们也可以去瞻仰瞻仰啊。太俗，不应该问。依我看，就什么都不知道最好，那个才叫真正的浪漫。你想，男女主人公素不相识，他第一次却深深地关注着对方，好一段唯美又动人的故事。哎，杏儿，千万不能问，一问啊就破坏那个美丽童话。小魔女，那人家岂不成无名英雄了？杏儿，我觉得你应该问。不该问，一问都没意思。应该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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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问，喂喂喂。吃饭你还搞这个饭？哎，吴敏，你过来，你说说看。说什么呀？没什么。那个，我们女生在讨论你们男生给我们联系的演出场地到底是工棚还是歌剧。比工棚好一些，比歌剧院差一些。那中间可差十万八千里呢！你倒是让我们去看看啊，走走台也好嘛。我看你们女生啊。还真把你们的节目准备好吧？哎，吴敏，你们不会根本就没有联系吧？老大，你说我们正拿不出来演出场地，我们又要在那帮女生面前威风扫地了。哎，那就求大了。这些都是小事儿，关键是给宋明春老爸弄到一笔救命钱，救了宋明春的老爸，宋明春就来救咱们第二队。咱们赶紧行动吧，走。我看这个地方行。你们有什么事啊？哦，我也没什么正经事，就来找我老舅玩。谁是你老舅？你们老板啊。刘总。啊，是啊是啊，我早上有急事呢，他让我带了几个人来。那你稍等，我给你通报一声。哦，不用了，他正在忙，我带几个哥们上去转转，参观参观他的杰作，一会儿我们再上去。那请随意。啊。二狗子，刘总，那可真有缘呐！那个，快给老舅磕头，给老舅磕头。什么意思啊？对不起，刘总。我这位同学刚才脱口而出跟您的手下说您是他老舅。啊，对。你们是哪个学校的？你们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刘总，事情是这样的。个个都是大小伙子了，在学校不好好念书，上网净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就是想赚钱，也得脚踏实地，光明正大的去赚。看在你给我画的这张漫画还可以的份上，我就不向你们学校老师报告了。你们快走吧。刘总，您可以不答应我们的请求，但不要认为我们是骗子。我们发誓，如果我们说的话有半句是假的，天打五雷轰，并且个个考试不及格。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
学生父亲有病没钱治，要募捐也轮不着你们呢。真的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那学校会出面组织，你们有多大本事啊？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们这位同学非常的自强不息，他是绝对不会接受别人替他捐款的，我们是悄悄进行的，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崇高的，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球队。就凭这点我就不相信你们是做正经事儿的人，在学校不好好做功课，闹什么球队啊？你居然还向二狗子鞠躬，他油盐不进。据我判断，他是个有爱心的人。你看，他这么有钱，还叫二狗子，表明是苦出身。那天当着我们的面叫那农民大哥，表明是不忘本。是苦出身而不忘本的人，大都是有爱心的人，善良之辈，好说话。你这都什么逻辑啊？刘庆，下一次来，我们肯定能搞定你。